我叫孟丽希，今年44岁了。写诗是我生命的支点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我所在的厂子破产，我变成了下岗职工。写作的爱好我始终没有放下，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不理解我。给何东老师打过去了，他说我找你很久了。忘我，有我，梦在外面飘着。